有黑幕，怎么都是716？怎么都是716？ 我不要这些，我要一个夏日太阳眼镜或者帆布鞋，这些武器。三哥，你自己拿金属买啊？那个逼的，在哪里费金呢？我不懂。啊，三哥玩了这么久，不懂吗？我的重来不费金，听不清了。 哪里费劲呢？我从来不知道。让雨天教一下你啊！我雨天什么都会。好杂啊，听不清啊！我雨天什么都会。我说我不会费劲，你能听得懂吗？我操！打字。那你去死吧！ 声音好杂啊，听不清啊！是你声音杂还是我声音杂？你声音杂了，听不清啊！黑色不是你要黑色？听不清，都听不清，就你听不清。我要黑色的帆布鞋。怎么练的？怎么练金？怎么练？我不会练。三哥，你要什么？我可以送你啊。 我就要帆布鞋，还有夏日眼镜，就这两样够了，其他的我不要。行行，我听清了，不需要追求染色吧？染色不需要，反正有一双帆布鞋跟夏日眼镜，那是杠杠的，我的标配。我送你好了，等一下我去买一下。什么东西啊？要什么？你妈的锤子，整天送那些！我操！我一个礼物都没有！我操！什么？我屌你妈的那个臭逼的！我操了都！什么情况？你听不见他说话吗？听不清啊！ 那就是你自己有问题。你声音我都听得很清楚啊，什么情况？你的问题。我屌你妈！真的，他送的那些东西，他妈的，我在那里挂机挂那么久都没有一个送到，真的，我屌你妈那个逼！你把你牌子露出来啊，然后跟他们说你以前多厉害，他们就送你了。你跟他们说你以前多厉害，厉害的鸡巴毛，叫你妈逼啊！你这我操！ 他8000粉丝，他8000粉丝在扣扣。谁啊？终于有8000粉丝，几个活的？我这1000差不多。行了，我把这些小礼物都送给另外这个傻黑。你干嘛送给他啊？ 假的好不好？骗人的！这小礼物接的不要不要的太多了，我不需要这些，我需要帆布鞋，还有夏日眼镜，其他的。我给你买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
两个再才是两 T 吧，20块。不是，我不知道是怎么去对金，好不好？关键是这个，我不知道怎么对金。那去群里找个代购咯，或者在这里找。我在群里喊了，没人搭理我呀！我操，我喊了大半天，我就说自己在报价，没人搭理我，搭理我。那没办法。你妈了个逼！他们只跟认识的人说话。是谁啊？我随机摁的那个小礼物，他妈的不知道送给一个汤二的，到底是谁？